大朋友习近平对小朋友们这样说。继中国少年儿童从小立志立德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接力奋斗。外国少年儿童鼓励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，有机会到中国看一看。快到了，大朋友的名义，祝我们的各位小朋友，祝我们全国的各族少年儿童节日愉快，六一儿童节愉快。